这个是昨天晚上被订餐老板送给我的鼠标，苹果的。这个鼠标真的很奇怪，它这里一个滚轮，小小的，然后除此之外就没有了，这两边也不能按，这两边也按不了，就这个滚轮可以操作。这奇葩的设计我也是醉了，感觉像是正品，应该是一个真品的感觉，不像是山寨的。看它这个头的话，又有点像山寨的。苹果这手表怎么这样子的？好奇怪啊！待会插上一下试一下，看能不能用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卖给你们，10块钱包邮，老板送给我的。